兄弟们，第一个高分局细节，你们有没有想过，都是800米的，都用了垂直斜飞，自己的队为什么还是比别人队飞得慢？其实这就是很多兄弟不知道的一个细节，跳伞尽量要让队伍里网络最好的来跳。现在大家都知道如何最快跳伞，什么800米斜飞、1000米直加斜，这些大家都懂啊。但很多时候钢枪地点刚好在航线起点附近800米范围内的目的地，所有的队伍都用了垂直斜飞，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跟随网络最好的兄弟来跳，也就是他的左下角延迟越低越好。你们千万别小看这个细节，那个离开键有时候网络不好的话，会比那些网络通上的多延迟1秒左右才显示出来。这个细节特别是在杜亚岛也非常管用哈。高分局钢枪晚1秒落地意味着什么？兄弟们真不用我多说了吧。所以如果你的队伍愿意开麦交流，出生岛最好就确定跟谁跳伞，知道吧？好，第二个高分局细节，挡子弹。很多兄弟第一时间听到挡子弹，可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。实际上当队友在离掩体就差一点距离的时候，特别是那种敌人在中远距离啊，你拉出去帮他挡一两枪，很可能能够帮助他顺利爬进烟雾或者掩体，而不是你只能躲在掩体后焦急的说你快爬你快爬，他确实也想快点爬呀，对吧？好，第三个细节，风包舔烟的习惯在任何时候都不过时，从低到高分局全局通用，这个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了，但很多兄弟上了王牌都还没养成这习惯，眼里只有盒子。兄弟姐妹们，再不养成就不礼貌了哈。第四个细节，攻楼投掷物先行，高分局大近战能力六人的能力都不错啊，基本没人愿意傻傻的纯和你打近战，所以一定要用投掷物先打啊。攻楼只要有手雷燃烧品，那一定是先轰炸一波，如果只有烟也要封住楼梯口再往上拉，而不是当投掷物收藏家。这个细节看着简单啊，实际上真正贯彻执行的还是高分局那些会配合的队伍。第五个细节就是高分局真的用的贼多的细节了，提前下车，当咱们开车路过一片野点或者防区的时候，咱们可以趁敌人不注意啊，先放下一个队友在去的路上，当然建议先沟通哈，别像我这样没说话就跳，直接落地失血啊。好，咱们落地后先阴起来，等队友从他们附近开过去，然后这配合有多爽就不用我多说了吧。建议是队友先开车拉到一个反斜或者掩体后啊，吸引了对手注意，咱们尽量就先偷一两个，再让他们立马开车压过来。这个细节真的在高分局很常用，兄弟们你们一定要用起来，但前提是你得开麦跟队伍沟通，否则万一队友不懂这些，你跳车了队友还不知道啥情况，知道吧？好，再讲一个细节，拉枪线。这个细节我以前也专门出过教学，这在高分局有多常用就不提了吧。双方对峙打不开局面的时候，一定要派个队友去拉枪线。其实刚刚讲的咱们提前下车啊，就是一种进阶版的拉枪线方式，大家懂吧？说实话兄弟们，这期高分局细节我自己都觉得我得多看看，因为都太好用了，真的可以转发给你平时的固定队友，让他们也了解一下，以后你们的配合啊绝对会更上一层楼，好吧？